论武汉肺炎疫苗的开发，便若拄着流行病，咱定定拢会寄望科学家紧甲疫苗开发出来，通压制疫情的摊开。伫即摆的武汉肺炎也是共款，现此时全世界有侪侪优秀的科学家，无眠无日踮伫实验室拍拼，找出疫苗，愿望通紧互咱恢复正常生活。世界卫生组织就正乐观地讲，伫年底咱有机会有上亿个疫苗通做。虽然咱真时常听到做过流感的疫苗了，嘛是阁着标的案例，甚至嘛捌有因为做了疫苗，煞产生严重的副作用，造成死亡的案件，互一寡人怀疑疫苗的保护力甲安全性。不如过，无人会否认疫苗对咱人类健康的利益。历史上侪侪致命的传染病，亲像天然猪、麻啊、甲小儿麻痹等等，确实是我靠注疫苗才通控制甲拍灭的。疫苗的种类，疫苗设计的目的真明确，就是要驾驶免疫系统甲病毒的特点记落来，通伫未来拄着病毒的时阵，知影要安怎甲拍灭。疫苗有几啊款？有用外毋过检毒过的病毒做诶，比如讲黄热病；有用死诶，也著是无在调阁感染细胞诶病毒，亲像小儿麻痹；有用病毒蛋白质，也著是抗原做诶，可比讲流行性感冒甲肝炎 B 诶疫苗。近来因为生物科技诶进步，利用病毒诶遗传物质 DNA 甲 RNA 为底来做的疫苗嘛，哪来哪事件？每款疫苗都有它的优点和欠点在的。使用减毒的病毒做的疫苗，因为病毒依然可以在人体内生脱，感染细胞，就不舒服原地病毒染到这样，所以通常会引起较强的免疫反应，留下来的免疫力会较有力，也动较久。不过它的欠点就是风险较大，对免疫系统较烂的人较不适合。相比起来，用死的病毒做的疫苗，因为病毒未踮体内生脱，比用活的病毒较安全。缺点就是伊引起的免疫反应会较弱。用病毒的蛋白质，也就是抗原做的，通常上较安全，毋过保护力上弱。比如伫预防肝炎 B 的疫苗，常常着爱定期补注几啊摆，才通维持保护力。疫苗开发的难题。要做出有路用的疫苗不简单，有很多难关要过。第一就是疫苗的开发真开时间和贵松松，比开发新药较吃力，搁常常对袂到疫情发展的速度，做袂符合人住。在2003年，源自中国广东的 SARS， 甲几啊当前伫巴西北区的 Zika， 伫短短几啊月日，就团队一个国家去。科学家迄当阵嘛，积极地开发疫苗，毋过听候到疫苗要互因做出来的时阵，疫情煞已经要煞过啊！直到疫苗的需求大落，当初投入遐尼侪资金甲人力，拢无通回收，真实是了工阁蚀本，互药厂刷落来，无愿意阁做即款赔钱的生意。即摆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武汉肺炎，疫情到达，毋但伫欧美还未收煞，而且阁当地踮中南美甲南亚等等个国家摊开，防疫做甲较好势个国家嘛，无用伫传办高额医疗资源，通提防第二波个疫情。照这办势看来，咱对疫苗个需求应该会维持，互各国政府拢拨足济预算来支援疫苗个研究。有政府慷慨的收听，确实乎各药厂甲有名研究中心大动员斗阵咧发展疫苗。毋过武汉肺炎甲流行性感冒无共，针对流感的疫苗，咱有不只啊丰富的经验甲资源。所以伫2009年迄届 H1N1 流感，科学家伫半冬内就甲疫苗做出来啊。但是前到今，咱犹未有任何冠状病毒的疫苗。无通知影虾米款类型的较有路用，互科学家着分几啊派，同时伫做无共款的疫苗。
最后才来比较，看倒一款会较有效。目前进度上紧的，算是由美国生物科技公司莫德纳，甲美国国家卫生院同齐咧研究的 RNA 疫苗。伊伫第一期的临床试验已经有好的成果啊！疫苗的效果，除了所需要的开销惊人以外，疫苗的效果嘛是一个大问题。大多数所的厂商甲研究单位，可能是挂入用病毒做疫苗风险相关，主要拢是利用病毒外壳的蛋白质抗原，或者是会表现出抗原的 DNA 甲 RNA 来做疫苗。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机制是倚靠因外壳渐渐的蛋白质抗原 spike 来参细胞表面的 ACE2 受体结合，让伊通进入细胞。所以，疫苗公司不论是直接用蛋白质抗原去做，还是利用会表现出蛋白质抗原的 DNA 甲 RNA，通常是以这个渐渐的 spike 抗原做底来设计疫苗。希望注入去了后，所生出来的抗体会当把 spike 砍掉嘞，阻挡病毒感染细胞。这个理论听起来真简单，不过做起来敢会顺数无人知。这些科学家，包括美国的传染病学者 Fauci 教授，拢提醒大家，就要注意疫苗注入去所产生的抗体敢有保护力，因为英国在 SARS 的研究里，中国的学者捌比评过会用 spike 顶冠无同部位的抗原的抗体的效果。因发现抗体若抓到对的所在，会保护实验动物未受 SARS 冠状病毒感染。毋过，若用会用别位的抗体，毋但无路用，而且阁会让病情愈严重。这是因为迄几个无路用的抗体所抓到的部位，甲病毒咧感染细胞较无抵代。也就是讲，因无材料甲病毒中和，而且阁因为抗体抓来的病毒会先来白血球要甲吞食，因为 SARS 病毒嘛感染白血球，或者是白血球自安尼受感染，阁甲病毒带咧四界传。所以原底是要保护咱健康的抗体，无意外煞正做帮助病毒踮体内传去的助手。就那亲像和无共型的天狗热病毒染着了，体内伊早捌生出针对白型病毒的抗体，会反倒转来造成严重的病情安尼。第三个主要问题就是疫苗的保护力会使冻偌久。一篇发表伫《自然医学》期刊的论文，就发现着了武汉肺炎无出现症状的人，体内会生出抗体。毋过，抗体浓度伫两三月之内会开始大落。虽然并毋是讲咱伫两三月之以后就会失去免疫力，毋过嘛是引起医学界的大注目。因为咱对白血冠状病毒的免疫力通常冻无偌久，就准讲甲疫苗注落去，互咱得到有路用的抗体。毋过若是干那会当冻几若月之那定，安尼是毋是就要保住几若摆才会用得？若是病毒突变出袂惊抗体形态，要安怎办？以上的问题目前伫科学界还未有明确的答案。的确，要等较齐全研究结果出来了，才通回答。